斩龙客运。斩瑞嘞。它可以断网。还想朝着前进吧。太远了啊！没，为什么没有？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太远。还可以再一次。一个石头，一个石头。进啦！醒啦！晕了，睡了。你累了。这边，这边。啊？他红了。傻眼。他倒了，傻眼。他现在断尾了，他现在尾巴可以断。啊，是啊，你们打，我不能断。他现在没有那个状态了。有吗？没有吧。有啦，这才是真正的断尾。哇！哇！我第一次断斩龙，算是压斩。不的呀！我飞啦！累啦，让我吃药。走了，挖尾巴啦，好大一颗！你们捡到石头啦，气死！哇，而且这砸下来是有伤害的。帅帅帅！不愧是斩，手里拿把菜刀。
啊。一疼。倒了，没有。倒了，哎、欸，又活了。还没有。倒了。够倒，哎、欸，七分。Oh my god！ 哦，我操，那是秒谁啊？没事没事，我可以吃菇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哎、欸。恐龙，恐龙科语不是啊，在龙科语。等一下，冲啊回，再两只大的在那边躲刀。哦呦，他尾巴竟然没摸到。卡住了。鲁赞别跑，你是不是快挂了？看也不像。我觉得还好哎。等一下，为什么？哦，一起打一起。哎、欸，要挂了，要挂了！哇哇哇哇哇，被吹倒了！赶快趁这时候捕捉！不要吼啊！啊，没有。走啦！このバルドアシの調査完了。すごいです。
什么的。剑山撞壳。靴架的油金油金片。该不会就是那个他的尾巴吧？不是啊、没有哎、欸，断剑尾。对啊。应该是他身上的碎片吧。15斗技大会，好了，再是凶爪，先去看动画。刘展龙就是个人的名字，对啊。还有那个王凯玉，凯玉的目前最高级的那个王凯玉也是个人的名字。哎、欸，我怎么跑来这里啊？这边瘴气之谷啊。也是。来，听说你是在杂货商人，是不是？过来。抱起来，这里是不是？哦，好，放下，挖吧。嗯，回复又大，好哦，谢谢，太好了，猪猪，我正缺回复又大。我就去看看刚看动画，对啊，那腹肌没错，可是正确的点在哪里就不知道了。应该随机的吧？随机的啊，没关系。哦，挖了挖了挖了，我去看动画了。哦，中了！好、啊，来让你换上这个衣服。哦吼吼吼吼吼！嗯，可爱哦。连贼龙的心情，我记得是他那个位置是在那个风飘龙会降落的位置在下面那个地方。有十一号营地吗？对啊，就是我要在那边，在他会降落的那个地方。然后我们就要看看两只狗在互杀了。モンスターの記録を開始します。就抓很。跳，看动画了，很笑。夹派哦。我、哦、直接跳下来就好了哦。对啊。嗨，你好。先去一杯。是不是会有龙属性异常？没错，
看他嘴巴就知道，满满的龙属性的。因为龙属性能干嘛？他动作。我记得你被打到龙属性打到后，你不能用属性攻击。哦，就这样死了，好痛哦。嘿，杰克。哎哎。在刚在看开票。我开票。不是还在开吗？还在开啊，现在小鹰大赢了。呀！快逃啊！我是看 TVBS 的啦。有有有了，11万，好痛！110万，耶！求任务归来。任务中归来。可是也很危险啊。都先回来一起走吧。哪有啊？他差两次走了，30万了吧？啊？他差30-40万了呢。还是有机会的。就再看嘛。他现在100。蔡英文是115，然后哇，好棒！我等下关台也去看好了。走，打凶爪了。谁还在凶爪那边？报位一下。有人还在里面吗？我在看，我还在看他们互扇巴掌。好好好好，那就跟就你的了。吃饭吃饭。我还没玩。吃饭吃饭。是猎魂吗？猎魂啊。对。好，那我等他们。哦，扇完巴掌了。好。等我一下，我再吃个饭。等下换我也换他换我们来扇他巴掌，没有，剩下脆皮。所以杰克，你们晚点也要玩吗？晚点就今天直播这个啊。哦，阿杰音乐也是吧？都是啊。好诶、欸，可以接的。有可以带我打冰牙吗？他冰牙还蛮可怜的。他把断线重连进来就不算，看完都看完动画了啊。只是我的结尾动画已经看完了，但是我的任务没过。哈，你冰牙等一下吧，我们现在打凶爪龙。啊，哦，我自己再尝试看看。嗯。弄死他！我觉得送，好可怜。嗯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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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还在开，所以你刚刚讲大营那边全都进去了。哦，好，没有，我们刚是说那个啊，算解禁了吧？不是开票了吗？开票就开始解禁了。哦，好，你喊啊，中华民国万岁！之类的啊，这个太硬了吧？没事啊，29个人。有发现隔天我被解约了有没有？直接 say goodbye， 因为你喊了不该喊的东西。哎、欸，怎么会有两个？嚯！前面被抓到，是重点哦。哎、欸，我看到，哇，这什么招？我看到猎魂的角色了、欸，这是大进步了吗？哎、欸，有撞墙了吗？还。没吧，交给你了。这边、欸，这边好地方，再转，好。啊，发什么？有，帮我弱化一下。好，来了。你在看到猎魂的脚，他是进步了吗？应该全身都落了。哇！我跟你讲，我在上面都晕了、欸，我真还有办法在上面。哎、欸，他走了。嗯，那是刚好啊。你都撕裂伤了。重爪。在哪里啊？掉落，看不到。超亮哎、欸，这个地
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摸摸。跑去哪里啊？这个月的时速感觉很稳定了，白痴哦，时速稳定，观看速不稳定啊！你在想什么？对、啊。你有顾虑我的感受吗？哎，楼上的打起来了。啊？风飘吗？风飘跟凶爪，快来看。我的，快出来看上帝呀、啊！啊！哎呦呦！我看到，看到了，在魔屋上面下来不会被吼到。哇，光标好可怜哦。我要不要？哎，打输了。啊，他先跑跑。跑屁啊！要去找他。靠呀！我下来就被打，嚯，没打到。啊，打到。哎，要那个。帮我再弱化一下，还有哪个位置？屁股吗？前脚。右脚也爆了。哇操！哇操！这啥会？他手，他用手应该上一下。啊，倒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他晃眼了，这位置很尴尬。去死啊！有，没力了，我喘一下，老人再喘气。帮软了，离城，走吧。去哪里？他跑。啊，跑离奇城来了。刚刚是北齐的。我好久没有被。哎，倒了、哦。好，正在。调弹可以调全部，好爽！啊？调弹呢？一次调完哦。对。哦。你看不到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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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不到我。啊！别混死啦！他看破了我的看破，你被看破了，哈哈哈，看破危险啊！不对啊，从后面攻击哦。他很，他那个跳跃从后面攻击。啊，没有东西啊。没关系。嗯，点个。坐骑。
等下很多地方可以拿来让他撞。我有，我捡好过东西了。喝完了，康贝特。哇骨，哇骨头直接捡哦，这么屌。啊，红眼哦。是谁？哦，迅龙。哦，迅龙。这是手上要石头，他可以把它撞拿去撞墙。对，要全单发射。要有投射物。撞墙啊！又弱化了，看看会撞我。还在撞我。啊，还没放我这边。刚真的卡了，网路不好。猫西哦，刚出来就被打，被群，被揍死了。哇！好啦，今天该到这边啦，晚点再跟巧克力，不是巧克力啊，杰克他们开魔屋，先这样啦，大家拜拜。凶爪龙的认为，我红的滑斗啊，哦，逆境足啊。讲话讲话，我听声音。哇，很断啊。又挺断的。他那个是听音乐。啊？那对。刚才被修理过了。要先几只？一件工资装。喂喂喂，我们到香港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声音正常了。我们来到香港了。好，了解。去帮杰克吧。帮杰克，对，我断线了。你怎么衰啊？我去看一下制作一把扭斩的武器要多少。现在还没死过，打两轮了。
你觉得斩龙的装备好像还不错？不错啊。下一个是攻防战场。就那些有将的那些揍一揍之后，凑个三件套也很好，很棒。啊，我还是偏保命哎、欸。对啊，可以啊，没有说不能一个人保命的。战皇。哎，找到了，刘哎，你可是要先打打 N 级，知道吧？没有 N 级的要打给他。我看一下我去书城。我看一下有没有查，小龙打，之后再打打。哦，我是三哟，刚好哎。角龙。PS 九我可以看到，哎呦，好看到看一下，还没有没有。那，就那天我不过跟说，叫我把六幺回来投票。现在还不能用脚的。哇！等一下，我刚看到什么？真一任弹药解约，我的妈！机遇提升的力量。那驯龙这个真力刃弹药解约是什么？它比普通的真力刃是几率还要更高。哦。它长位掉很慢，所以我就在用。无伤。就比心啊，感觉不怎么好用，大装备。操，这个这家伙给的任务，啊，红票了，红票了。